码你们的坚守才是值得的，请少二维码，少了二维码，你们知道那数据有多好看吗？1万次 vlog 卡卡的1万次，你们能不能快一点？能不能快一点？能不能快一点扫码？被你夹断了，我觉得我并不能夹断他，真的能没有断？你们好污啊！你们真的好污啊！卡神溜到不行，啊，啥时候直播完？今天直播有点久。玩小黄人，小黄人都被你们玩坏了，而且我觉得他也不是那么好玩啊。我做梦就把他拉破。Hello，你买了杯吗？您需要卤一下吗？那你要卤的话，我让你试试喽。好吧，他说他要卤一下，请问你的鸡鸡在哪里？鸡鸡在哪里？鸡鸡在哪里？有没有觉得特别爽啊？有没有觉得特别舒服啊？来，再来一次呗！嗨起来！人家问你有没有老二，他说他有，笑一笑嘞！喂！对吧？露露杯就这样子用的，知道了吧？小黄人都可以用，小黄人都可以用，你们还不能用吗？小黄人都可以用，你们还不能用吗？鸡鸡在哪里？哇啦！乖！好，大家扫描一下右上方的二维码，扫描一下右上方的二维码，扫描一下右上方的二维码。扫描二维码，你们会收到一个验证码，好不好？我们都是出来玩的，出来玩的朋友，大家帮帮忙，说不定有一天你也需要有人帮忙点赞的时候呢，点赞呢，扫描呢，扫码呢，站起来！拿广告，我好累了，你们要好，这我先看我的娃娃店，30斤。啊！我靠，今天销量不是错呀！哈哈，哎呦，今天销量不错呀！谢谢大家的支持。那我们再来一次。女直播跟说，我今天看见卡卡和她男朋友了，谁说的？谁说的？让他出来！谁说的？让他出来！我不想买飞机杯，买小黄人，飞机杯、小黄人都一样的，然后你们都可以不错过。啊，对着电脑太久了，眼睛有点红。谢谢鱼和儿歌送的，哎，我说了，我说了，我说了，还有扫码1万人，扫码1万人就可以，一位女主播，哎，人家说的话你也信？那人家说今天我看到卡卡裸体在跳楼，你信吗？你信吗？好，今天我们不止到了最晚上最激情的时刻了，到了晚上最激情的时刻。最激情的时刻来了，最激情的时刻来了，我有准备好多东西给大家哦，啊哈，看一下，看一下这是什么？露露、贝贝、露露和贝贝，
有这个铝合金款，还有这个战红款，然后还有这个超高级款，好，这么多这么多东西，我们一个一个的来解说。店铺地址，店铺地址在下方，看到没 ？www.牛铺.com 斜杠卡卡娃娃，或者是你们直接进入卡卡娃娃店，那卡卡娃娃店看没 ？www.牛铺.com 然后斜杠卡卡娃娃，然后就可以找到卡卡娃娃店了，然后直接，直接进去啊，进去就可以看到了，这里是店铺。那么我们今天宣传推广的是什么？这么多东西，现在先说一下，继续看啊、哦，看我们的文档，看文档，又到了激情的看文档一刻，文档一刻，待会儿我看一下啊，卡卡娃娃是你人生的，等一下，稍微等一下，卡卡娃娃店是你人生的不二选择。为什么是你人生不二的选择？首先，你们现在没有任何非机背的情况下，请问一下，你们是不是用这一双手，这一双摸过脸、摸过脚、摸过屁股、摸过腋下、摸过胸、摸过到处都是东西的手来打的飞机，这非常不干净的，你知道吧？并且手淫，直接手接触的手淫，它对身体是有危害的。但好多人都认识不到这种危害，就觉得，哎呀，我不就打一下飞机吗？这也叫危害啊？对，只要是你手淫，经常性手淫，就会造成以下危害：第一，无论是精神状态还是注意力，都会产生不好影响。如果上班或者上课的时候，会经常闪现性的一些幻想，一个字一个词。例如老师说，同学们请将课本翻到125页，跟着老师一起读。然后你当你翻的时候，你就觉得啊，这是一个女人的衣服，我在一件一件的把它剥掉，一件一件的把它剥掉，这就是你因为一个词一个字产生的联想，甚至是卡卡说，干他，就上去干他。说卡卡你别干他，你干我，卡你别干他，你干我，我愿意把我的肉体奉献给你。这就是一个联想，对吧？严重的影响了你们的集中力、记忆力，并且还会经常性的伴有失眠、多梦等症状，损害精力。